Yonex Sunrise 香港公开羽毛球锦标赛将会11月12号至17号在香港体育馆举行。这项世界巡回赛的500分分站赛事，每一年都吸引不少世界排名前10的球手参加，好像有日本的桃田贤斗、奥原希望、中国的石宇奇和中华台北的戴资颖等等，今年都会来香港比赛。上年拎到男单季军的李卓耀亦都会同一班队友伍家朗、邓俊文和谢影雪等等在主场争取好成绩，希望获得更多世界排名积分，同时为下年奥运的参赛资格而努力。咁紧张刺激的赛事，大家一定不可以错过啊！香港公开羽毛球锦标赛11月12至17号嚟红磡香港体育馆支持我哋，一起支持埋 M 品牌活动。